的队长小娟不同于许多团体的队长都是团七，小娟不但在舞台上有霸气外露的舞台特质，私底下也是气势超强的队长大人。最近网友就发现了一秒看出小娟是队长的照片对比。当淑华说话时，当与其说话时，当穗珍说话时，当蜜妮说话时，当薇娟说话时，当小娟说话时，Go, go, go.